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视频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米。今天来介绍一辆新车，这辆是老毛子生产的一款，非常像我们以前的解放前期的解放牌汽车。那么我就当做一辆解放牌汽车来开吧，这辆车比较对我们国人来说比较有情怀。其实它真正的品牌是吉尔，俄罗斯的吉尔。今天看一下这辆车到底怎么样，看上去还蛮好看的。简单的对它做一些升级吧，我感觉什么车子到了我们手上就总得折腾一下才舒服，这样一弄就非常像了我们那个解放牌汽车了。我把它先把它开出去，这样咱们看的话就非常像我们的解放牌汽车的，是吧？是不是很像？非常像我们的解放牌。看一下它的内饰，这个它的座椅好像是连起来的，一整排。哦，不是连起来的，有点像沙发呀。这以前的这个座椅比较有意思。再看一下这辆跟之前那个有什么区别。轮胎哦，它这个轮胎很猛啊，后面两个是圆形的，特别猛啊，非常给力啊。试一下这个啊，哎，把发动机盖起来，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发动机的声音，非常独特。哦，哦，哈哈，这声音有点独特啊，这声音。好，走嘞。开着咱们两辆解放牌一起去拉货啊。下河了，下河啊。带一个石头，河流走，河流好像还走得快一点。来，兄弟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哦，这石头真的是非常多呀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过这里。哎呦哎呦，好，过来了，500多米，前面左拐应该就到了。哎呦，撞了一个大石头，
没有这围墙吗？能不能进去？从那边吧，那就，咱们从这边绕过去。这有油哦，偷点油怎么样？哎呦，哎，这个车真的还可以哦，走这个雪地的话，它不会陷下去。嗯，马上就到了。跟上，兄弟！哎呦，来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拉货。哎呀，在哪边？怎么还要过去？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好，到站。好，直接拉满就行了。任务完成，来接着赶路啊。好，跟上了啊！在家里留算了，还有，你把这里下去，超近道。现在咱们就不一定按套路出牌了，哪里好走咱们就走了。先把这下去，跟上了啊，二弟，咱们这可是跟大老板拉东西啊，搞砸了咱们赔不起。我开到哪去了？没错，就是往这里走。哟，这个地方有点积水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去。冲啊！哇哦！冲，兄弟，给我冲过去！干嘛？哇，冰块都被我给弄走了，你看，有块冰块啊，直接被我们车子给铲走了，哈哈，掉了。哎呦！哎，二弟小心啊，别把胎给砸烂了。快到了，没多远呢，咱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赶到。然后现在咱们要爬上这个坡，翻过这个坡，下这个坡应该就到了。兄弟跟上啊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。我们把这边下去。有点滑，这个点有点滑。Go go go！ 生命就在眼前，马上就要到了。顺着这条路走。哎呦！这是一条非常不好走的山路，对于咱们的解放牌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我觉得应该弄一辆真正的解放牌的车来，
满足一下咱们国人的需求。哎，马上到了，兄弟，到了到了，直接把这里干过去。是爷们儿的，给我走。哎，兄弟，是爷们儿，给我从这里直接开过去，不要走那个道啊！咱们是不走寻常路的人。哇，这个雪很深哦，这个草直接把它压翻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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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情况？到了吗？啊，到嘞，到嘞。OK。啊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方。接着走，另外一个地方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！哎呀，二弟，你咋这么不小心呢？来来来来，帮你一把。来来来，起来！哦，货给掉了，没事没事，我这还有啊，我这还有，幸好，幸好今天留了一手，不然就完蛋了。别找回事，找回事，找回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着急。等下又把你给拽翻了，算了，你今天就跟着我走算了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哪个地方啊？这里 ，OK。其实有时候跟辆车还比较安全，假如你车子翻了，可以用另外一辆车拉你。咱把灯打开啊，把灯打开，好，走嘞。哎呦，这一个大泥坑，哎呦呦呦，哦，你看我话还没说完呢就翻车。特别咱们走这种山路啊，这不是特别的危险。好，哎，感谢兄弟相助啊，改日一定答谢。好，走吧。啊，咱们还是一个人走吧。二弟太不靠谱了。哎呦，这个地方这么深吗？哇，这个地方好深啊！哎呦，这玩意儿！干嘛？这个坡有点陡，这坡有点陡。还有500多米，快到了。这成绩真的是。这是一个峡谷来的，是一个峡谷。快了，这100多米了。哦，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。
这条路真的不好走。胜利就在眼前。冲啊 ！OK。完事儿啊，8000块钱得来不易啊，谢谢老板。 beautiful， 熄火啊，咱们再欣赏一下美丽的极光夜景呢。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一次再见， goodbye。